大家好，我是兔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来宾。今天我们有一个人物，我们来这里中医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因为是你们知道妹妹的之前的癌症嘛，她癌症过的之后，她的身体不太舒服，她不能当妈妈。可是她的医生说，西方的医院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，所以她推荐我们去中医。所以妹妹来的一个目的是，其实来这里，看中医。今天我们来这里，希望我们。成功，他会当妈妈。Neredesin? Geldik. Annem geldik. Sağlık her şeyden önemli. Evet. Umarım işe yarayacak. Güvenmiyorum tabii ki. Çok umutluyum bu konuda. O zaman girelim içeri. Girelim. Bakalım.我们在帮妹妹写她的资料，因为第一次来嘛，那因为我们没有健保，所以就是自费看诊。然后这个是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看的诊所，就是我都是在这边调理身体。那这边也有看妇科，所以就是带妹妹来这边看看，看医生怎么说，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治疗。来吗？那真的？你想呢？第一次来台湾的中医诊所。没错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之前来过了，我体验过。Maybe the fagel. Biraz korkuyorum. Görünüşte böyle bir farklılık yok değil mi aynı? Yok, normal korkunç. Sen de? Or şu o hal. Yes. Nervous. 关于她月经想要怀孕这方面的问题，她的医生说。癌症吃的药的关系，现在他的那个会怀孕的东西5%可以当怀孕。好，那关于癌症的方面的资讯有什么？它是属于哪一种癌症？腺癌。第一年，我们以为是他健康了，可是6个月之后他再开始，所以他2次腺癌。好，那目前有在服用什么药物或做什么样的治疗吗？最近他会吃2个药嘛，因为是他的月经需要来嘛，所以吃2种药，所以要不然他的月经有问题，没有来的问题。有打药的资料带过来？有，他有给你照片。这样有了解吗？都了解了。然后说，那因为你没有办法一直用超音波去监测它，对对对，那量基础体温是另外一种比较方便的形式。对，确认说它的基础体温 （basal body temperature） 它是属于双向的 （bipolar） 或者是只有单向的。那如果是双向的话，这个表示它的卵巢是有功能的，它可以进行排卵。它目前哈，关于它 cancer 的部分哈，还有在没有在吃药，没有在吃药。现在 cancer 的话，现在吃药吃了吗？现在 demir yükselmesi için alıyorum. İlacı gösterirsem onu. Geyi ne ki yap? 这是 dur. 它身体里面的。好，因为它的状况。本身如果是跟他的 cancer 癌症有相关的话，你服用的药物，尤其是做杀灭消除癌症方面的药物的话，会抑制他细胞的增生。因为癌症本身就是细胞过度的增生。对，那对身体来讲，他的卵巢制造卵子，它也是一个繁殖增生的一个现象，没错，它会受到它癌症药物相关的药物而造成破坏，也会让它没有办法制造。它的数字是小于0.01，0.01 AMH 吗？嘿，对，所以这表示它几乎没有什么卵子。如果以一个西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，这个人大概完全没有机会有卵子的形成。可是现在有机会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。因为在以医学上来讲，西医目前的报告认为 AMH 只会越来越少，它不会上升。
但是我们的病人经验上来讲，有碰过，就算他只有零点几，他还是怀孕的。OK， 哦，还是有碰过。OK， 哦，表示说，哎，在中医的照顾上，他一定跟西医不一样。嗯，哦，不过这个零点零一小于零点一，表示他的数字状况真的不一样。OK， 哦，然后另外你在帮我们记录基础体温的变化。OK， 好，哦。那记录好之后，我们下个礼拜再把它带过来，okay. 我再看看说它有没有变化，或者是身体吃药之后有没有其他的反应。那它的反应是我们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发展，嗯，还是完全没反应，那就不一样。嗯，好不好？嗯，看它吃药一段时间，看它在过程当中它的气血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充足，嗯，尤其是它的我们讲的。正关尺尺脉在他的卵巢子宫这附近的脉象有没有变得比较好 ？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大概要十几天，然后再回来。我会给你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。Okay. 好，哦，他就不需要一直跑来跑去，哦，他这段时间就是固定吃这个药，对，休息，嘿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O yedi gün içi. Kaçta mı içecek? Bir gün üç tane içeceksin bir günde. İyi değil. İyi. Gence. İzin sorsama. İzin sorsama. 很小的一个机会，%。比如说5%，可是医生说每个礼拜吃药，我们试试看。一个月之后检查它有没有改，如果改的话，我们继续。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，不用难过，我相信会成功。他有一点难过了，所以拜拜，下一个影片见。